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全这样的，走来了。你莫发，这样判一半，等于这这这两个三百块用下去，啊不你个破费，我已经破好势啊，你只要清到细细了，做分这个季节，摊好多一个，你是500啊，一半变成400，300二，这样啊，300块来，搁少一个，搁少一个，偷偷过一半了，一收了，我等于收了，来三，小可有哪位？来300块来。 我再过来，先买过来。我准备抬你去哪里看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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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00，好不好？300，好不好？你抬过来，你给我看，你来拍个照。来300，你。300块。我太小，我是真正来，我比较不好玩的，我平常时也不跟安尼来。300块。哦，感谢你，阿妈，阿哥，请你看过来这样啊。 啊，后转万个，安尼讲，你哋就我安尼不就买到300个啊？今天而已，我常常都好个啦，是人是花五百块，来300个，300块来，拖退去，真少就够拍下来。都少两下都，这条块你欢喜，300个，拖退去，300个，几下都是来。哦，这来啊，未来啦，未来啊，看到这里300个，再来碰一件啊，再慢慢看有几多，又搁少两，搁少一个咯，300个，300块，再卖回来。 我刚才都听到哦，是不是？有那个声音啊？是，我听到。来300了，没得啊？不要，来来来来，阿月帅哥，你们看黄鱼啊？黄鱼啊，多鱼啊，来，不能拿钱啊，花花啊，来黄鱼来，多鱼来。这边你讲的多没？看清楚啊，来你别走，来黄鱼这500块，500块，外国哦。 你今仔无买，你昨明仔载绝对要买，买两双鱼，他妈买黄鱼，明仔载绝对要买买。奇怪吼，这做小内班的鱼仔吼，大家拢做爱吼买，哦，多一点，几大个，500块，500块啦，哪里500块？哪里多啊？要怎样？啊，今仔遐客气哦，要招鸟，怪了啊，有大个啦。 这个四块500多，一斤够少啊！来，收个慢慢来，请你来，来500块黄鱼，500块，一起四块啊！来，这两条500块等于10人，500块的黄鱼，来个人多买点黄鱼，卡紧的啦！然后收这500块，他得不？这大妹，这青的，是不青的？来500块，只有一位吗？我来，大哥，我来，赶快来，我卡着，我抽着，来500块来，500块黄鱼，500，一人2条。 500块来，我的脚贵了啊！来过来，阿伯，阿伯，黄鱼吧。来，我爸，我阿龙妹娘，过来咯，好，谢谢。来，阿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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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
跟我讲哦，哦，爱三明大家跟我讲啊。阿妈，还有谁没拿到？单杠来换了，来啊！我们吃多利的三百，对啦哦，一公斤280块，我吃200了，还是五个人骗的。哎，200块。一个客人而已，没有就没有了。来多利200块。他们多利的。他拍写四个客人而已。三十牛，两块呢。三十牛给完了。好贵哇！好贵，不要推给来。来200块。来后面大哥要，来他大哥要，我还在春节呢。来多利，来第二大哥的来，拍写拍写。零钱了，其实我们也在找钱。对，来，哎，阿丁哥哥爱上来，金家公，我要过一条哪里吼？因他那个房在我这。来阿爸碗，月亮虾子，阿丁哥别讲讲。中华，来我阿爸碗，恁个客户啊，八价贵拢知影。应该是他叫人，我吃叫人八价贵。哎，多利还没来。多利已经关啊，嗯，阿伟，像啊，四个客人没五休月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啊！啊，我出去嘞。阿宝呢？哎，阿多利无啊，应该还够两包啊，对不？哇，没有了。今天吗？我阿袂记啦，大哥有派车，记得，记得，记得啊！该休息，拢无客人来我。
用相片三年啊，我前两年我有三年了。来阿爸，我来买两包。唔捌食过，外公都无少哦。好的，小姐。多汤好食，油锅啊，你捌食过就知影。来，这样就两包，两百块阿爸碗两包，两包抓几个啊？两百块。昨天有吃吗？昨天没买到。昨天没有买到。来，五个阿爸碗两包好。阿哥要吃过来，要吃过来，我后边都有的，哦，来五个人就吃拢可以拿。对啊，有在下雨，我再换两包。来桂鱼头拍摄，不吃三杯的桂鱼头。哎，注意小心，小心你上拍摄哦，你等下久。来乖啦，谢谢你啊，阿哥吃三杯桂鱼头啊。今天我要长高呢，阿阔帅。今天来再吃一个，我来今天虾来呢，这是虾子哦。来，虾子刚才谁买的？来，大哥两份来，谢谢。来，三份。来，大哥来，三份。嗯，把那好的也要来。来，阿姐三份的虾，阿姐不是有来买三份？来，虾三份的虾，哎，有人买两份的呢？是啊，那两份的，这一个人就买，这一个人这个这大米金要买，提我包的。来，月亮虾饼200块，200块来，月亮虾饼多加。后、哦、来呢，把妹妹应该几份，一份就好了。好可爱，好乖的妹妹。来三包，三包六条，七包八条，真正好吃。里面有蘸酱哦，里面那包是蘸酱，不是防腐剂哦。七包个三来，五包你来，两包都这样下饼。五包啦，五包。你要帮我拼吧，你一定是看到下午，两包啦，五包。小贵的，妹妹拿了没？妹妹你拿了没？姐姐拿了啦，妹妹还没拿。姐姐拿了，哎，来，冷爆后又让虾饼来，谁没有拿到的快点，来三包七包来，一人五包。下雨比较凉，不然快乐。来最好快点嘞，安尼拢买了，又让虾饼200块，都有吗？好，谢谢你们来。可以，上两上店面，来五包，500块，五包空，冷包三包七包五包六包七包，哎呦。今天喝个蛋你就算了，我早都还没完了。来喝，阿弟，我准备吃哪位？七星旗下，鲑鱼哦，鲑鱼哦，来鲑鱼买一千，我看安尼啦，买一千啊，那都吃鲑鱼，我包过来，500块来。豆丁条，你讲，哎，你就快点来，我包过来，这条过来，四片哦，四片哦。来500块来，我包，哎，四条拍片啊，来了，四条再上你来，我包的，对，500块来，不是四片啊，五片给你们来，我包好的鲑鱼，用煎的粉丝多喝下，来，我包好了，哎，等等哎，来，我包好的鲑鱼500块来，喜欢好蛋姐哈，对，我带我喜欢我好的哈，来，我包好来，今天三条四条来，一条给我你来，我包好来，下面过来鲑鱼，500块拢准备了嘞。都没了，哎，小姐要五份，谢谢你，来2500块来。好啦，不要结婚的，不要结，不要结，都先家庭的革命。来，第二姐，我们鲑鱼500块，用都没了嘞，500鲑鱼，不要没了啊。来，谢谢。来，我鳕鱼来。来，你家鳕鱼赶快500块嘞。免一千啊！我今仔耳科拢听到笑话啦，啊，够高啊，够水啊！来500块来，两地来，三地来，这地我来500块来啦，来啦，来当官啦！我地啊，你吃好贵个，500块吃好多鳕鱼，500块拢，对，500块对啊，你莫买鳕鱼啊！500块，紧嘞，来这地我来500条，鳕鱼出车头去，两地交流。来三条，来四条，来四条，你来500块来，鳕鱼500块，500块，来这里看看，你再给我吧，来这个，我问哪里去？不是光喝一包？给你啊，你给我吗？我唔知啊，再一个给我，来，多少钱？来这里500块来，哎，那边给点鱼啊，然后蛋姐，我也给你挂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挂鸡爪。
我听到啊，嗯，我收起了。应该是收麦了。收你个。谁还在呀？没有，都拿到了。还在收着吗？你没有上啊？好看，还有你手快点，我来吃水呢，你增加卡路里啊！来一下，杨姐。哈哈哈！哎呦，这大碗多宽的呀！三碗半。这菜里个大碗。老板呀！我搞完这容易呀，还有一家叫谁啊？这农民在这哪说？对啊，我没算钱啊。来，这条结果八，对啊，来三百块，对啊，算赢300块，最后一位，雪姨，再来一个，帅哥再来，进，对啊，对啊。帅你玩帅啊！哦，咁你要带咩带篮啊？小姐，好，咩带篮啊？头头都要准备。小姐啊，来小坑那边进来了，我是买单头头赚钱啊！来，有个小小坑来收吧，不搞吧？而且身高一米，最通通的到顶，一只龙头百三百二分钱，有咩进来啊？这样就卖1800，来我爸过来。小坑那边我爸的，五百块，你准备着对啊，卖分呐，不好哟。来，五百块加小坑，他给你哦，我爸哥，两个，这边两分的对啊，哈，来，小坑不要没加小坑哦，500块，你不打我爸是话怎样？大哥那边啦，大兄弟，还等一边那贵，贵，那边两分呢？小坑吗？还有五百分。来，我爸哥，小选的吗？阿姐，对，有点，就我干脆不管了，我伊拉，安尼我爸好啦，哈。啊！你后边帮我包一份、两份、三份、包三份、包四、包四份过来啦。像安尼，啊，五个人就对就对了。圣诞节，我叫冰晶，吼，叫冰晶。五六。五六呀！哎呀，分分几多啦？又五六。我第一天看唔知讲哪位呢？英文啊，英文。我老师都卡掉。现在是我下半段泡粉。阿姐，说得好。一人一份啊，多人客啊，偷偷，拢无啊，有个客人来要吃，我爸过来了。500块，头头也没有啦。卖门我贵点，今天你卖门我，你门我你有没有做？因为大家拢看今天赢钱啊，你搁底下门。要什么？我啊。来，我爸过来偷偷，今年啊。500。我爸恁一直阿妈后边惨啊。那是你坑啊，我坑啊。我就爱坑人啊，我。来，小伙伴，不管好人，你不要走队啊！来，我跟好人，好人，要清醒，来，再过来，预备啊！再过来，三个，刚刚我那边被救了，两个，我来讲，五个人进来，你看收几个啊？四个，最后一个，再过来啊！叫你我陪来到河里呢，那个要上几条，来我爸的，我跟你讲哦，得全部100块，最后一位了。不得啊，你上不得啊。六千啊，六千五百啊，来，没得吹啊。你讲多几条，我一讲大你都怪你。来，我爸哥的，哦，你小外边啊，你我刚刚看大英我不，来，我看我爸哥。来，坐坐来，最后一个人跟人讲，好不啦，好不啦，拍摄，这就好比，这样就不好，反国旗就可以了，反国旗。你免得带动我，我跟你说了。来，坐坐来，最后一个人跟，这边三个你五百哈，来四百，来三个，来三，来二个人，三个人，三个二个最后一个人，不啦，这三个人三百多，刚好比我们二个，来弄完嘞，来大家帅哥要来说。这个以后每等于行掉过来啊，对不？来了，老板啊！哎，阿姨你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没有接电话？啊，五六几多啊？五六啊？五六。你是五六，是五六，牛六啊？英文哪个六啊？啊，几牛啊？你讲大意得啦，我讲讲面得啦。啊，这三号干得快啊？来香辣鸡腿，阿牛六你加啊，大概五六诶，来就先用盘得来，备钱那得。请坐啊！哈，来香辣鸡腿应该要收了哈，来弄个这个来。有吃过的举个手，有吃过的。香辣鸡腿，这吃过呀？吃过呀！而且以前哦，这吃吼，这配粉真正赞的。有啦，这李同学捌吃过啦。小许，一斤麦克风要300-400，有要吃200块来，200块来香辣鸡腿。200块，对啊，没有钱啊，有些好东西呢。200块，不买杯钱，香辣鸡腿200，一斤而已，2斤而已，3斤而已，
四斤的来两百块的香辣鸡腿来切好了，这个都还有卤鸡腿，跟什么鸡腿是一样的东西哈、啊。来，妹妹要吃来，看看，来两百块。阿爸哦，你哦，他那煮切切的那个就好啦，哦，今个煮啊哈，来起来，香辣鸡腿两百，对不对？大妹妹买呢啊。外公这边欠费啊哈，这请假这边欠费啊哈，两百块，妹妹。只有今天哦，下次没有这么多只了哦。这里四只两百，真的很便宜的。没敢吃啦。就要三个浪费。谢谢你啊。要不要？来，冷爸和我一人。香辣鸡腿干完了吗？来，冷爸，它不是很辣的，它是香辣。哎，一起昨天一起香辣，今天一起香辣。来，冷爸和好，我给我。有他吧。来，最好一个人去香辣鸡腿两百块，对啊，多一点来。再加个一个。对哇，来个退款来，香辣鸡腿就退款。老贝吧。两百块，哇，我两千元，多一点啦，多一点啦。哦，来，收到了。哇，嗯。老贝吧。啊，好皮啦，来啦，我吃这香辣鸡腿来两百块，吃不完老家都不回啊，哈，唔好叫我袂听。我是最后一箱，我了了你呢啊！来啦，赶快五支啦，啊不，这四斤两百就做好滴啦。来，最后三个喽，香辣鸡腿来两百块，刚刚那两位，香辣鸡腿切七块切好了，来喽。就这个来光。来，阿要吃铁路猪排啊，五六啦啊，五六来，我们今天传说中的五六来呀。来铁路猪排两百块人，要几个人去啊？基本上十个人去买对呢，这人要求两百块的铁路猪排，很好吃，用煎的用烤的。来两百，啊，这里要几个？几分得哈？来两地，来三地，来四地，来五地哦你，来六地哦你，来七地哦你，来八地哦你，干脆九地，估计到到十地来来啦，情人节快乐呢！两百块的两百个，情人节快乐。因为我不是你的亲人，所以我先祝福我来八点、九点、来十点来，两百块一个人十块，然后铁路猪排来，两百块来四点来做大点，哦，有车吃好吃，嘿，哇，真干的好，然后看我做多，是吧？两百块，来两百块来，一人来铁路猪排两百，要看到要看到爱讲哈，来五点来，六点、七点来。八地来，九地来，今年才十地拢好哩啊！来两百块两铁路猪排啊，用烤的更好吃哦。你老在杭巴十地，来五地，来六地、七地、十地，讲第三摆啊！来有要吃的来两百块，啊不，台语听无，搁要讲台语。来两百块，来两百块来六地啊，来七地来八地来九地来十地拢好哩啊！真正好食，你无时间用行的名店用真诶对啊！用钱的就可以了，来三叠，来四叠，来来五叠，你来，来六叠，你来七叠，你来八叠，你来九叠，你来十叠，拢我你来，上面帮你来两百呢。铁路猪排真的很好吃，两百块多了哦。好，谢谢，来继续来，咕噜来，咕噜来。哦，还是保险箱，你刚刚找包啊？阿爸碗，你找来找包。来，阿爸碗来，阿爸碗，阿姨你要什么？鲍鱼，墨鱼。好，阿哥姐阿大碗呢？来，大哥来，谢谢。来，阿牛牛过来玩玩哈。阿哥在吃啥？你看，大刚在那吹这个刀啊，可以啊。然后开始十条车啊，好不？安尼做做做。无人家人管，家己爱挂掉啊，我无收牌，这做危险呢。啊，家己腰骨都危险，看我腰，看你看啊，几多挂针呢？来，吃牛牛来，两百块的。两百块来，还有加牛肉，好吃。这个我们哈、哦，客人吃过一定会再买。顶呼，你都吃不吧？哎，来，冷饭锅炖。一包八十啊，新鲜的物件哈，最好吃。但是我看起比较贵，三包两百，最好买啊，一包不要来，冷饭锅炖还有加牛肉，真的很好吃。来冷饭锅来，三包来，七包的，来冷饭，还有加牛肉，只有两个会吃到。都很麻烦，来两百块，各位还没吃黑椒牛肉吧？这个你不用再调味了，你直接洋葱切半颗，一包炒半颗洋葱，非常好吃。两百块两，黑胡椒牛肉弄准备来啊、哦！各位来，谢谢。各位阿哥在讲哪位？那间好吃啊。
本来应该开两箱子，对吧？快点，快点。来来来来，你吃虾啊，你来。你要吃啥？跟我讲一下。蚵仔丸是吧？海鸡尾。蚵仔丸，你稳当当的唱来掏钱啊！你看，蚵仔丸啊倒出来啊，剩一小尔，不是？好可怜的蚵仔丸。蚵仔丸他都有卖。你找啊，那个有啊，这边啊。那个香嘞。不错。我是管理员，工商。